包围司法院新闻报告，蔡英文总统于五二零就职典礼时，宣示司法转型正义为新政府重要政策。至今已经过一个月，搁一礼拜了，无看到司法机关有任何的举动向全民报告甲交代。纳税公民一直认为，司法改革最大的阻碍在司法院长赖厚敏甲副院长苏永钦。赖厚敏、苏永钦拢由前总统马英九提名为司法院长、副院长，而且院长、副院长拢无受到任期的限制。阮伫遮要求赖厚敏、苏永钦这两个人立刻主动辞职，让出职权，以免妨害司法转型改革。宽哥为中者不当，伊的学生、学弟、学妹拢唔敢有所作为，互司法改革沦为口号。新政府派着唬人骂的臭名，纳税主人恳请司法院长赖厚敏、甲副院长苏永钦知所进退，主动辞职下台，唔通阻碍司法改革。时间：2016年7月7日早时啊10点，司法院头前集合。访问网络电视工作团队，邀请大家坐阵来包围司法院。